对方要出狗头人迅速反闪，同时受伤，立即拉出甩枪疯狂点射，瞬间爆头自杀，精准的枪法无以伦比。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D 战队对战 Rain Mode， 主角是 CS 1.6 断后第一人老六之神狗头人 Get Right， 地图是 Dust 2， 此时阵型是两 B3， 与狗蛋快速来到 B 区，抢占 B 洞，进不来到 B 下洞。此刻双方一换一，赶紧去帮忙，突然按到一个淡定点射，却被队友抢得人头。 C4 一调迅速捡起狙击，同时二狗与奶狗身亡，中路来人立即变换位置，此时要小心门的偷袭，开进移出瞬间击毙，又马上返回查看中路，突然狗剩归西，淡定瞄准甩狙击杀，颇有几分狙神的味道，同时转移位置闪现放枪击毙，一气呵成，如神来之笔。快速扔出无风中门，此时阵型仍然是两逼三，迅速抛出三白逼洞，同时上巨台下枪等待，此刻狗蛋手杀闪出疾风多发爆头，不到一秒再爆一人，精准无比，又扔出四。此时双方一换一，区已迫需要回防，来到了广场，瞄准中路狗头人不太放心 B 区与中门，据爆点对方已上平台疯狂穿天花板，最终击毙，神乎奇迹，不愧为老六之神。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全赢，不着急，先等队友集合，叫狗蛋去放哨，众人紧跟其后，随时捡狙。狗头人把狗蛋挤出送死，想快点拉锯，略施小计，终于如意以偿，开进没中，二狗也挣了，继续瞄准瞬间击杀，赶紧去大出来，第一时间上广告台，对方封烟，不断小跳查看平台情况，同时扔包给奶狗，对方又抛出三，此刻打算转 B 区，突然近点来人，同时狗剩归西，开进甩狙击毙，此刻要小心大的偷袭，叫来奶狗去大查探，瞄准平台对方狙响，同时打个空枪，跳到一坑架墙预瞄，又来到广告台，开镜摸出瞬间击杀，快速前去平台，可惜 C4 不在身上，只好返回，突然奶狗也驾鹤西去，正犹豫时被偷袭身亡，结束可恶的一生。此时阵型三一两毙，快速来到小道，突然爆闪，立即被身，同时狗蛋闪杀，迅速上前闪现甩枪时，却被狗蛋刀杀，顺势拉出放枪爆头，不到一秒再杀一人。此刻奶狗与二狗相继身亡，先放一个安全包，跳落在坡查看井架。据爆点，对方已在小道闪现多发击毙下极限，